呢個係你哋今次作文嘅題目，大家有冇問題？冇嘅話，咁就計時75分鐘，而家計時開始。喂，我是黃明森啊，我在門口等你啊。咁，我哋今次呢個 event 會喺1月。唔知大家入聖蘇之前，有冇諗過喺呢度嘅校園生活會係點嘅咧？啲師兄成日講嘅 Josephian Spirit， 六與白精神。大家又是不是真的真正明白是什麼呢？可能在不久的將來，你們會在聖約室遇到一班共同進退的兄弟，加入不同的校隊，在不同的 club， 甚至學生會擔任不同的職位，背負著不同的責任，為你們的師弟去搞活動，好好地成全這一份 Green and White Spirit。或者你們現在還未明白為何我們這麼在意自己作為約瑟夫這個身份。在聖祖這個地方，大家都有不同的背景，但是大家都會朝著自己的夢想義無反顧地去拼搏。我們在這裡的相遇又何嘗不是一種緣分呢？我們接下來1月28日，有時我會想，我在香港班兄弟過成點呢？如果那年我選擇在香港讀中六的話，還會不會好像以前那樣天天都在一起，一起說一起笑？但是通常這種想法很快都會灰飛煙散，現實根本都不允許我們停下前進的腳步。說是這樣說，跟班兄弟一起度過的光陰就真的如同飛逝一樣。随着时间带走的是，除了中学的生涯，还有一班由小玩到大的兄弟。去外国留学的就这样就离开了香港，离开了圣约室。留在香港的就开始少了约出来打机看球。大家都要为公开试开始埋头苦干地做准备。喂喂喂，前面啊，咁都睇唔到，发鸡盲咩？唉，冇啦，游树背啦。算啦，对我咁废点打啊？不如揾个山牌啦。咦？不如问下斯朗得唔得闲啊？咪玩啦，佢而家嗰边应该仲翻紧学啊。唉，算啦，唞下先啦，听朝仲要早起身温书。喂，师兄，听讲你就嚟翻嚟香港咯？英國那邊過成點先？冇啦，呢排都好得閒啦，考完曬啲 mocks。啊，英國仲有啲咩做啊？咁咪叫你睇波啦。琴晚啫嘛，嗰場曼聯，哇，精彩到啊！最後嗰球世界波，成個球場都哇震撼啊，嗌到癲咗咁。希望有一日你都可以飛過嚟英國，一齊同我睇翻場現場啦。哇！尋日嗰場我都有睇啊，你就好啦，唔使犧牲睡眠時間睇。哇！場波悶到咧，半場又0-0，個球證又亂咁吹，佢到最尾嬲到我咧，
我差啲反埋台添啊！佢边有可能咁都入到波啊？以为自己好叻咩？咁都绝杀到1-0。知唔知咩神啊？神以前都系人，不过佢做到人做唔到嘅嘢，之后佢咪神咯。系啦，一定系啦。喂，记唔记得呢？我哋之前喺学校。喂，好耐冇见，有啦，好耐冇见，成季入，真系啊，真事，唔系一场啊，成季啊，唔好。点啊，师兄，终于记得翻嚟揾我哋啦！喺我咁耐，系啊，唔约咗你哋噶啦。唉，你都系似啲咁嘅人噶啦。唉，冇讲埋啲咁嘅嘢啦，饮杯啦，饮杯。全然无从记忆，随时日逝去，往昔景致日渐褪色，遗下留白处，破碎了没法修补。踏上这单向光影之路，咦，系，好似有啲嘢唔记得咗俾你添。嗯。咦，上次影完住嘅画仔唔见咗添？唔会啦，喺我度啊嘛。每秒失却多少故事破陷，谁料会默然中断，结束改变习惯，谁也不重要。阿 Sir， 究竟人生中的散聚是咩意思啊？散咗，搞到乜型啲啊？都型啲啊！喂，你粒子彈快啲，定個波快啲，你覺得咧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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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